Done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洪爱玲 Irene Ang， 我就是那个 50-year-old millennial。今天我很厉害嘞，我在家哦做工哦做很多东西嘞。我已经send了三个 email， 一个 proposal。不过哦有一个问题啦，我现在肚子饿了，怎么办呢？啊，知道的。message 我的 niece 哦，Emilia， 救命啊！姑姑很饿，还没有吃饭，来救我快点！姑姑我到了，哎，一叫就来呀、啊。 OK，拜拜。 Amelia， 你来了，你会不会那个什么 online order food 的那种啊？哎，你不会，连阿妈都会。阿妈都会？嗯。为什么我不会？上个星期我教他。我连你，没有教我啊？你现在教我 OK？ 哎呀 ，OK， 你要吃什么？啊，我看了，不要吃酱油了哈，吃那个鱼片粥。OK。 加油条加鸡蛋，加油条加鸡蛋，可以了。OK， 哇，很快哦。哎呦，哎，他几点来呀？大概15分钟就会到。我的刚才放在哪里啊？不用，我已经还钱了。你还钱了？我都没有给你钱。哦，现在我用e-wallet。e-wallet？什么是e-wallet？e-wallet有我的信用卡的资料。 它会抵达钱出来哦，像credit card 这样，你把你的credit card放在里面了，你的 e-wallet 啊？对，我的 e-wallet。哦，这样子个 e-wallet 哦，可以买什么东西啊？除了 food， 可以买衣服、买菜，哦、很好哦，很方便哦。现在哦，既然这样方便哦，你可以帮我 order bubble tea 吗？你懂了哈、哦，现在我们的 office 哦，分那个 team A team B 嘞，说。 我就觉得身为一个好的老板，我应该加油他们嘛，所以我们哦就 order 一些 bubble tea 给他们啦啊！哎，其实你会啦，你做啦。不是表示，我都还没有 download 嘛，因为我都没有在里面 ，application 都没有在里面。哎呀，待会我就用你的啦，我自己做，我自己做。啊，我自己来啦。好啊，我自己来。OK， first step 是什么？要和我一起学会如何把生活数码化，请到 inda.gov.sg。